点就是，可能我史上逛过最无聊的夜市，对不起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要不要再给我再来一包？我再来叫一包。OK。完了，那边好像有流氓哎，看离他远一点好了。好可怕哦，我们赶快走，我们赶快经过。少爷。嗯。对。嗯。你。你。鬼面面修黑招路匪吗？哎、欸，大姐，我这阶梯比较矮，我站上去一点。哎呀，啊你卡比较广，嘎卡小白吗？啊？什么？爱修过路过招路匪啊？大姐，你在哭啥笑？要收那个过马路的钱哦，保护费啊。嘿，我扯开嘛，蛋奶。硬啊！蛋奶，我今天只是来买个晚餐而已。不是，今嘛五十块。我在介绍小米哦。原住民的三度就是狗狗肉。我很久没有唱这首了呢。好了，开场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心玉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庄，新庄关圣帝君这边前面的小夜市，应该是小夜市，庙口夜市，庙口夜市。我们就是从来没有来过这边，然后也没有吃过这边的东西，不知道今天会来看到什么特别的。那依据现在，我们今天礼拜六，哎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，人跟摊贩怎么好像有点稀疏？看一下吧。这真的是夜市吗？在这边吗？对啊，Google 是上在这边没错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在空虚的地方，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吃的。毕竟我今天也饿了一整天。OK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来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Go。好了，陶哥。嗯。左边、右边呢？啊，左边看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左边啊，好，走。其实这边的夜市让我想，有一点像那个三重的那个。三合吗？三合夜市，三合我们没去拍过。对，而且三合夜市听说，听说蛮多好吃的。对，然后在地人都说去三合夜市是观光客去的，他们都去三合夜市隔壁的什么正义北路吃，还是哪里吃？哦，所以它一个夜市有分两个就对了。没有，只有一个，但他们好像都说去另外一条吃比较好吃。哎，这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做手机壳、哦。对啊，哎，好可爱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你知道这只猫是什么吗？库洛米啊！哦，你知道哦，看我还以为你跟时代脱节了。没有，这是那个小朋友现在才知道的。你不是已经阿姨了吗？没有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东西。哦，跟上时代的阿姨。这很酷哎！那你看这里面的这女老镇，哪个？对啊，这里面这女老镇哪里照不到？真的啦，镜子太小照不到了，靠腰瞪屁瞪了。往旁边看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冷清嘞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今天会不会找不到吃的东西啊？我有点堪忧哎。第一次逛夜市，逛到空虚让我有点害怕，认真可怜到不知道要吃什么。第一站先来买鲜光饼，是什么东西、啊？鲜光饼就是每次在拜拜的时候，然后那个神明他们都会加持过，然后分给大家吃平安的。它就是有一点像，有点甜甜的面包，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吃，因为很像苹果面包的感觉，但是它里面没有加馅的苹果面包，蛮酷的。去买一份，谢谢。它是还加芝麻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是的，靠腰。我觉得神明生日可能有加持，可能比较好吃。就是有嚼劲，然后微微甜甜的面包，就是甜甜的，简单的味道。好，我们先去找下一间。OK。哦 ，OK， 我们逛到门口了呀。看新庄庙口，这边有那个哎。你看排骨酥面吃了啦，因为没东西了，你不要再挑了。我没有要挑，我想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东西。那间很多人呢。什么？这间庙反而是开的，所以我刚刚走错地方喽。你刚开，刚刚那个在中间啊，你应该开场是在这边开才对哦。这边有个润饼卷哎，那就来吃一下吧。润饼卷吗？对啊，排一下。大家都在排队，当然要排一下，我是死光光客。那隔壁还有一个猪血糕啊。对
对啊，我等一下去买。你瞬间在一个地方直接完成了。对啊。然后对面还有那个是什么？甜不辣。老实说，对，我刚刚一度是想放弃。对啊，他一直跟我说，还是我们去生存。不是因为都没有人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我们刚那边就是中间呢、啊，所以你还有一个尾巴，我们等一下再走回去看看。就是极端，然后中间都不卖东西就对了。我不知道，好像有点落寞的感觉。很快就拿到了哦，你看起来很厉害耶，好爽。我们现在此刻虽然等了大概五分钟而已，旁边还在排。对，来哦，有比较级了哦。你还记得上次在哪里吃好吃的吗？记得南机场。没错，我跟你讲，块头没有南机场那么大。哦，南机场是真的很大。如果你要用比较级的话，我还是会选南机场。哦、OK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南机场的皮太薄了。哦，它比较偏厚一点点。它比较厚一点点，但它有一点屌。我刚刚看一包很大包的那个东西，它其实是蛋酥，然后在里面很像饼干，又脆又甜，然后又有蔬菜的味道。也咬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剖面图。还有，哦，有哦，可以哦。是啊，它那个蛋超多的，它那个一圈全部都蛋的。你吃一口看看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就是巨口咯。你可以一口哦。新装巨口过来咯。哎、欸，好饿哦！你嘴巴怎么那么大、啊？你都吃黑人椒、哦？你不要喷啊！南机场比起来还是偏比较甜一点。但这个我推哦。这个推啊，这个是真的蛮好吃的。好吃的。因为它那个主要是那个蛋酥，我觉得超脆的，很像饼干。就如果有来的话，我还是会吃。对，很好认，在这个食欲的供给面而已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有点被香到，对，所以我想买一下。哦、好，我要一只那个香菜少加一半，一点点就好了。谢谢你哦。我跟你讲，这种阿伯在卖的可能就很厉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古早味就是要找阿伯、啊。如果是你卖的话，我还不见得会来买。如果我卖的话，你会来买吗？看到你就觉得要对嘛，对，你就哭。比利时要来了。要比你脸长，比你脸长。好 Q 哦，哇，它的酱好特别哦，是酒味吗？有点像酒味。哦，干了香菜。没有啦。对不起，我只吃到香菜的味道，我没有办法品。你说第一口进去有个味道，对不对？就是酒吗？我觉得应该是酱油而已，那种。陈年酱油，对对对，类似那种感觉，好吃哎，这有点厉害耶，而且它是稍微有一点点颗粒的那一种，有点颗粒什么意思啊？会吃到一点点啊，饭粒，你觉得好？可以，而且一只30块而已，超便宜的，超级便宜。各位，这集真的是走不远，我们可能会在这个路口完成了很多钱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老板偷出来去吃对面那个米粉汤，你看上面还写的。自由时报2012年地方美食推荐。我对米粉汤就是一种留恋感。为什么要留恋它？以前在学生时期，然后因为我很早就出社会工作了，所以那时候就又要付房租啊，然后又要就是读书，然后又吃饭什么这些，就是学生嘛，比较拮据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为了要省钱，因为那时候米粉汤一碗15块到20块，这么划哦，就是很便宜。然后因为我喜欢喝热热的汤。所以它就是又能饱，然后又有汤。学生在吃什么？哦，我都是50块便当。对，这样加起来不用50块就解决一餐、哦。然后我几乎天天都这样吃。妈，难怪长得跟三高一样。啊，特别是粗的，我只喜欢吃粗的那种。细的也喜欢啊，那我特别喜欢吃粗的，粗的好粗。那先去看看它是不是粗的。好， OK， Let's go。米粉汤，30块一碗。现在涨价了，它有双酱黑猪肉，哎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点一个看看好不好？哦，好。然后再一个菜头，哇，哎，可是这没有很粗哎。对，哦对，它比较细一点。对，它比较细一点。它是有油葱酥的，哦，满满的那个芹菜，很香，对，很香。哎，它好特别哦，它是有加那个猪血，猪血在里面，好酷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第一个双酱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没有，我想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客气，害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哇，你这一桌你就给我点成这样子，怎么了吗？
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去吃甜点，因为我刚一过来路上两三间那种甜点冰店，怎样很好吃是不是？很厉害吗？你说猪肉是不是？对啊，这么嫩。很嫩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猪味。它是黑猪的双酱猪，哎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个，哎，好吃，我觉得蛮酷的，哎。然后再来吃一下它的大肠，这两个酱不一样嘛，感觉是吃完不能跟人家亲嘴。对啊，还好。还要怎样？没人想跟你亲。没事啊，你吃你吃你吃，啊，你吃不要难过啦，你吃啊，你家狗会亲你啊。优秀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我最近就是吃肉有点挑，然后对猪味我有点害怕，好新鲜。哎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哎，哎，这些有点让我觉得意外，因为通常这种小吃的，通常可能猪味会比较重，但它没有，哎，这些蛮脆哦。哎呦，感觉看，我还没吃到我米粉汤。对啊，哇，被你爽到一个，那我有点期待我的排骨酥面了。我第一次吃到这么不油不咸的米粉汤，清淡。重点是它不是让你觉得没味道的那种清淡，它是让你觉得味道刚刚好的那种清淡。哦。然后它的调味其实有一点像猪血汤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喝一下猪血汤。嗯，两不一样吧？猪血米粉汤。哦，真的哦，所以他们是一样的汤品。它是一样的。其实它的那个关东煮应该蛮好吃的。我觉得他这边好像卖关东煮哦，外面有卖是不是？有，好像他们有卖关东煮哦，难怪他的关东煮好吃哦。那天气冷冷吃的很爽哎，嗯，很不错哎。哦，哎，老板，其实隔壁是卖鸡肉饭的，好冷，然后对面是卖那个蚵仔煎的，嗯，咸汤圆呢？对啊，你喜欢吃咸汤圆吗？我只吃甜的。你有吃过咸的吗？有，不喜欢。其实这边还蛮多的，但我们现在目标是里面刚刚那间排骨酥面，这怎么念？老板。哇，快耶！好哦，我进去点。劲辣双椒面，可不可以不要一直每次都站在外面？我们可以进去点。哦，好。我想看菜的啊。你好像很兴奋哎。不是，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可是我想看你吃，我觉得我应该不能吃。什么东西？劲辣双椒面。我想吃排骨酥面了。那我喝排骨酥汤，你就会喝得到它的汤了。这样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哎，对，你又想干嘛了？要不要再吃个猪耳朵？不要，你可以点自己吃完。这是个七八脸了，你要点什么？你先讲啊。耳朵就好。对，好好好好，那就整点猪耳朵喽。好，多话了就是你自己要吃完了。你看，我刚才跟你讲过，它是看起来很厉害吧？看起来确实是好像有点厉害。它真的超好吃哎！你等一下漱一口。我也觉得我想漱一口。它这个辣椒是剥皮辣椒，然后跟一般的生辣椒，所以它写双椒。我以为很辣，还是你只吃一口的关系，还是后劲还没来？是香辣哦。我觉得不要吃太多，对，不要吃太多。但这很屌，哦，这真的很屌，这好好吃哦。吃个肉，好喝。我觉得这里的老板都很好哎，有些你在外面吃的排骨酥，它会有一点就是油蒿味，就是本身那个肉就会有点油蒿味，但这个完全没有，这肉也是新鲜的。好，我来吃看看这个面。是不是很好吃？真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但是比起来刚刚那间，这个比较重咸一点。对，这边比较咸一点，但这个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还好你只吃一口。嗯，它会厚辣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，所以我不敢多吃。整体来说是还可以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待会期待下一间。Go， 要来去吃甜点。吃完就差不多了。我也觉得差不多了。今天好像完全没办法给你逛，你怎么办？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逛，今天有点小空虚了，怎么办？还是你要办那个什么生活百货的？有一点就是，可能我史上逛过最无聊的一次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对不起，这是可是这是史上我目前呐，以目前为止，我真的是逛过最无聊的一次。不知道来干嘛了，好了，各位到了这间冰店，我想吃桂圆汤，又想吃烧仙草，我代表烧仙草，好，输来赢的，赢的啦，赢的，剪刀一把啦。
没有再下一个问题了。这靠腰，你在吵，在这边大叫你的名字。不用。好，好了，来剪刀石头。蓝心，干嘛你会害羞？哎，你不说这夜市很无聊，没什么人，没有，我们增加一点那个活络的气氛呢。来，再快点，剪刀石头布啊！我是什么？哦，桂圆啊，去点了这样小，挖热的桂圆糖，怎样呢？为什么要瞪人？我要跟你讲，注意汤来了啊！我怎么知道你就被吓到了？你刚刚不是这样，你刚刚是怎么喂这样子？谁不会吓到啊？哦、OK 啦，来你的来桂圆汤来了，还在那个脸。哦，哎、欸，这碗看起来、好吃多了，没有香菜了。当然，桂圆汤是加香菜的。他们怎么说要去九份？啊，好像没拍过哈。对啊，好像可以哎。九份现在听说很热闹。真的？因为很多观光客会去啊，去九份艳遇一下，跟韩国小姐姐。他有可能要漏掉。不要这样子，姐姐姐姐，要不要？来呀！干嘛？你要这样子，小姐姐小姐姐，要不要这个路灯来救我？我再来叫一包。OK， 等一下再看要是否要终结了。我也觉得。你不要给我喷出来，好死。哎、那个怎么念？修理？怎么修理？修理什么？纱窗哦，修皮包皮哦，靠！靠！我看，真的很靠背啊，好像哦。你他妈在车上小？哎，刚这边吃的真的比较多哎，只是这边好像夜市都不是卖小吃，好像都是卖那种主食，然后一次就会让人家吃到饱的那一种。好像是。哎，干嘛？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干脆用这个当做一个结局啦？可以哦。好不好？换钱换钱。好。你想加梦幻哦？对啊。为什么甩不过来啊？哇！哎、有波到了，有波到了，不然换个一百块，一百块就好。好 ，OK，OK。怎么？哦，今天一百块没收获是不是？我感觉很生气哦。好啦，影片到最后，大家来新庄夜市都吃些什么呢？还是有什么推荐的？是我今天没有吃到的，下次大家可以推荐我一下。